亲爱的战友，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就让我们的友谊接受时间的考验。兄弟们，咱们就准备好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重重月了。你们现在离一个合格的兵还差十万八千里。从那一刻起，你的人生就改变了。 你不紧张吗？紧张什么？你开个枪，片刻约出去。我们要发扬我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。本人一腔热血，如今国家需要，本人不敢自流半滴。哥，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时间谜底，不在别处，就在我和战友之间。 我已经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个集体。命令各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。我把火焰引燃，把车轮带回去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是中国军队的未来。火烈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占领他们的和平大楼。